而且我现在测试一下 GoPro 6的新功能。为什么要在镜子前面呢？是因为我要证明我现在手是晃，GoPro 6。你的耐帅，然后耐盖，没有，我现在晃，我现在手都在晃哎，它到时候会看不到。防震功能，对啊，防震。我自己站，你防得住啊！